2024年4月4日，超级坏蛋到来，识别中，来源地球或地外，生物属性非人类，种类未识别，体型未识别，肤色未识别，年龄未识别，当前所在地未识别。全球各地出现了怪兽年的目击案例。据目击者称，年的前额长了一只巨大的尖角，它能偷走人们的青春，但害怕巨大的响声。祝大家好运。 头上有角，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独角兽呀？肯定不是个毛茸茸的小可爱。大家都别慌，咱们不会有事的。他来了，这可绝不是独角兽。小黄人们集合了，咱们得开始制造。巨大的响声，开始尖叫吧！啊！ 心思跑不在我手心，眼前的人间，只剩自由和感动。都走开好了吗？这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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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办法去找你。我是麦克森，我是麦克森，我是麦克森，帅不帅？我知道。对不起，麦克森在北京环球度假区为您发来现场报道。我们正在持续关注年兽的行踪，最新消息宣称，这种野兽能够偷走人和动物的青春。不过，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应对极端情况的保护措施。据目击群众说，年兽害怕黄色，所以麦克森，喂，我身上一点红色都没有。哎，你们谁能借我点红色穿穿？不要，来来来来来，把你的围巾借我。这算哪门子冷笑话？不不不，想都别想，退后退后，都退后，我才是野兽，别怕，这是我的猎物，我的。艾利克斯饿了，艾利克斯要吃东西。年兽，好好感受我带来的恐惧吧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野性。行了行了，你可真是个大笨蛋，还是看我朱利安国王的吧。大家都穿红了吗？把红色都露出来吧，一起来红红火火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唯一知道可以阻挡年兽的办法只有噪音。
和红色。年兽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一定要阻止他。神龙大侠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从一卷陈年老卷轴中看到过，年兽可能害怕烟花，准备好接受神龙的震怒吧。紧张吧，年兽，飞龙在天。穿上红色的服饰，点燃烟花来吓跑他。朋友们，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。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！朋友们，请尽情祭出热烈的节奏，挥动红火的祝福吧！让我们一起打开手机闪光灯，我背起比较欢快，逼球球一起辞别旧岁。
一盏红灯笼，擦亮美梦热烈的歌声，没出现机场，记得带上小礼包，背上好心情，新一年出发，就心想事成，这每个瞬间。